一个关于丰富色彩的展览。不过别说，那这个画真的还是这个墙上的画画的还很漂亮的。哇，这个女人好吓人哦！这朵玫瑰也是，这朵要融掉的玫瑰。我们的楼梯上面全部都是颜色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房间真够花的，简直就是乱涂乱抹。不过真的还是色彩还是漂亮啊。
这个很有意思，我不喜欢高分贝这边厕所，我不想要那个冠状病毒，就太逗。我不想咳嗽，这几句太过瘾了，笑死我了。我也有意思。弄得到处都是野生，连手盆里面都能写一个。哎呀，我要很幸福。我也是服了他们。我不想咳嗽，不想窒息，我不想要高分贝，我不想想。这个还蛮有趣的，这个有些非洲南亚那边的风格，不过说真的，他们的画画得很好。这个展览还是天哪，这些人真的相当有才啊，相当有才。这孩子画得很漂亮，你看看，就是真的是手绘的话，手绘啊，不然你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东西。哎呀，还是挺服他们的，色彩很漂亮啊。梵高下凡也得赞一赞啊。这个小人多好看，那个也是漂亮，比那那法国帅哥还丑，一般般。眼神躲闪。法国帅哥，我还是照他。我就想把他给挪出去，我没有在那儿。没办法，现在这个画室里面全是人，所以就是连人带画，哎，一起照喽，大家就凑合看吧。看，灯笼也被抹得黄不拉几。到小兔子的眼睛。来吧，连人带花招。这个斑斑，通，我这是啊。这个女孩子漂亮，这种墙上面画的超级好，这个美丽，还有边上这朵花，哇，这只大鹦鹉好漂亮，我只想照这个漂亮姑娘的脸，你们的脑袋离远一点。Oh my god. 法国人还是很热爱艺术，我们在外面排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队，就看这么一个被画满画的，烦死了。河马很漂亮，这里还有一个河马屁股。
人家都是穷的，我说两辈子，房间的地板上全部都是玫瑰，玫瑰瓶子，然后墙上全是星星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脸庞跟眼睛。哎呀，全是各种各样奇怪的。哦，这个天花板上这个吓死我了，吓人吓人。其实这一串立体数字还真的挺带感的，看着真的超立体。展览已经看完了，好了，画展我们看完了，我们现在去超市买一点东西就溜回家。哦，好哦，拜拜。这件东西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喂。好吧，是一袋的麦茶。喂。À la serre de fruits frais. OK, mais je vais vous en prendre un comme ça. Oui, emporter. Emporter, oui. Je vais en prendre quatre.甜点店还蛮漂亮的，对，好可爱哦，超级有眼缘，好。